有一天啊，我工作的时候啊，因为要用到这个开瓶器，我就是贪便宜，所以买了这一个。然后我用第一次的时候，我就发觉很难开啊，所以我觉得用这个就是一个噩梦。然后我的员工来了吗？所以呢，我就在分工的时候，我就选择不用这个呢，我就自己做另外的部分，做蛋糕。然后我就叫他啊，你帮我开那个呢。然后他就是在开了，开的时候我就悄悄的、偷偷的看看他的样子，他都是很苦恼。哎，你开这个罐子，用这个罐头倒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啊？不行啊！然后他还说我要投诉啊，老板。其实我的心里面很想笑，笑死我了。哎，你说一两句话好不好？你有什么感受啊？当你用这个罐头逗的时候，想死啊！你觉得你的老板对你好不好啊？很好，很好哦，我都知道，真的很好。但是他叫我一定要买一个新的。